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31集的节目。这一集要先闲聊，扯淡扯个5分钟。现在是晚上大概8点多，我今天真的非常忙碌的几天啊，拼命的处理照片什么的，眼睛还有点疲劳。那决定开个冷气，玩个玩具，那挑个简单的小玩具给大家做分享。可是呢，这个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玩具啦，我们也把故事呢先讲清楚。那我前一阵子呢，由于开始做传奇级的玩具嘛，然后呢，一个历经级的音波的这个故事呢，让不少的朋友呢，愿意跟我分享他的玩具。其中有一位同号呢，他就选了几个小玩具呢，问我有没有兴趣，他想跟我换变形金刚第5集的 Bumblebee。然后 Bumblebee 有第5集出了2款嘛，然后他希望呢用几款玩具跟我换。其中就包括了那款传奇级的音波，但是因为已经有香港朋友已经送我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要那一款。可是呢，其他几款的话呢，让我很心动，然后我就很不要脸的把它给全部都说好吧，那我换吧。那今天会挑这一款给大家分享啊，这个是来自于电影第3集 Cyberverse 系列，但是这一款的 Optimus Prime 呢，我没有做过，它是一个 Battle Steel Optimus Prime。这个 Battle Steel 的话呢，它是这个先前的话呢。可能它是应该是推出的时间应该是比其他要来的晚哈，这个我们待会再说。我先讲一下这一次我从这位朋友那边我得到些什么东西，像是这一款 Optimus Prime， 那还有一款呢是这个 Breakout， 它是一个二手，但是呢它保存的很好，那我就把它回合了啊，看起来真的跟新的一样哦，非常赞哦。那这一款为什么我还是跟他说我想要得到这一款？因为我自己那一个的话呢，我已经有补过色，已经有上过我自己的一个配色了。然后他这款是全部没有动到颜色，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玩具原本有的配色，非常非常棒的玩具哦。那还有一款的话呢，真正让我觉得心动的呢是这个玩具的话呢，这个叫做 Flake 是不是啊？这个玩具我从来没有看过耶。OK， 我这个看上去有点像是什么装甲车，然后这个反正我这个很陌生，然后这看起来是一个日版的玩具哦，然后是没有台湾的代理贴啊，是不是台湾可能没有进这一款啊？所以当时其实我是冲着这个玩具说，好像从来没有过，那我就很不要脸的说，那么我就这3款的话呢，我都要了是吧？然后他也非常OK， 非常豪爽的呢，把这三款玩具呢就跟我交换了。变形金刚第5集的 Deluxe Class Bumblebee 2只，那我一定是赚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真的觉得我赚到太多了，非常谢谢你，心甘情愿让我骗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除此之外呢，这位朋友呢还多送了我一款这个，一个透明的一个玩具，这个的话呢是《领袖的挑战》里头的一个某某一个类似于狼人的角色吧啊，那我就简单的把它变形一下，把它变回车型啊，好好保存起来。啊，这个的话好像也是比较稀有，好像是买日文杂志才有送，是不是？反正呢，真的是很感谢他。那还不止这样子，他还送了我一份这个杂志的书，啊，非常的重啊。我去领这个包裹的时候呢，我还想说我是不是，拿错东西？因为我记得如果这是3款的这个 Cyberverse 的一个等级的玩具呢，是不可能这么重的嘛。那这是一本杂志书，那里头的话就是有令人非常怀念的真人电影，是第一集的剧照啊。你看这个，前几期跟大家分享这个 Bone Crusher， 然后这个 Scorponok， 然后第一集的一些画面，然后第一集的玩具啊，是不是有没有觉得大家的一个不知道是你的童年呢，还是你的少年呢，还是你的大学时期的回忆呢，通通都回来了啊，非常的棒。然后里头还有一款，这个应该是纸的一个纸拼图的这个 G1 造型的 OP， 但是我想我应该没有时间组合它了啊，这个就是很感谢啊，那我就录个影片表示感谢一下。然后我就顺便讲一个老故事啊，这只是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啊，就是以前的话啊，就台湾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特别攻击我的那段时间，2014年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我们收到这个观众朋友送东西给我们，那有一些人，但因为东西送来嘛，我们理论上我们应该怎么样，我们就是发个文啊，表示感谢说我们收到了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有一些讨厌我们的人呢，就会做一些恶意的留言啊，比方说你那么喜欢啊，哦，那我烧给你好了啊，就是那种非常恶劣的留言
现在想想都是历历在目啊。当时我们很在意，其实我当时本来就不在意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很无聊啊，非常非常的低档啊。好吧，那这个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目光呢回到这一款 Battlesteel Optimus Prime。 那这一款 OP 的话呢，其实 Cyberverse 的 OP 呢一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推出了三款。那推出了三款里头呢，第一个推出的应该是这个，这个的话呢在当时是电影还没有上映以前就推出。然后我讲一下，这个应该有两把枪，但是两把枪我不知道我拿去哪里了，甚至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买这个东西了，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。真的，这个应该是不知道电影已经到第几集的时候呢，应该是有人丢很多东西出来卖，然后我应该是一起收的啦。哦，对，虽然没有枪。好，那这一款的话呢是唯一有火焰涂装的，就是这一款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是有飞翼，也是唯一有飞翼的。它本来应该还有两把枪可以装在上面，会更好看的哦。它是整个以配色涂装来说，这一款应该是最完整的一个版本。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创意基地系列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唯一有货柜的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我已经有自己补过颜色，所以你如果有买的话，你的颜色可能会跟我就不一样。那我甚至还做了一些消光漆的一些喷洒什么的啊，就大家知道一下，这个有推出了一个有带货柜的基地版本。然后今天的这款 Battlesteel Optimus Prime， 这个的话呢，我先前真的是已经快要忘记有这个了啊。它的话呢，则是多了两把冲击大炮，还有两个武器的一个刀刃，而且它装在后面的话呢，看上去还以为是个什么特效件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它好像有一种 DA28 的那种冲击的一个感觉，对吧？感觉速度感又变强了，就是一整个就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个 OP 啊。好，那它的这个有趣的地方在于说，它的这个炮呢，甚至呢可以这样子转过来到前面，它是直接这样子过来，直接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炮胎的转换。然后呢，按照说明书的展示的话呢，它是还可以做一个侧边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有点鸡肋啊！你是想飞起来吗？是不是啊？或你干脆就把它转到后面去啊，也可以啊。这样子感觉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个喷射的一个感觉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觉得这样看，对吧？就你的眼睛不要看太清楚的，我们人生保持一点朦胧感的话呢，会觉得它是一个火焰特效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一次的话呢，能够得到这一款玩具的话呢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。当然，我主要是想要得到这一款，因为这一款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Battlesteel Optimus Prime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后面的这个东西呢给拿下来，它这里的话呢有一个 C 型扣在这里，把它给取下来，然后两个武器的话呢是可以分开的啊。分开之后的话呢，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变形啊。这个是冲击炮，非常的帅气啊，把它给拿下来。好了，然后呢我们来变形一下这个家伙啊。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，然后往上面挑起来放到这里，然后呢这里拉出来之后呢，把整个脚的话呢往前面整个拉出来，拉到咔的一声为止，然后你可以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这个部件的话，我太用力了啊。这个应该是先把后面的这个手给打开，这个手的一个收纳的话呢有一点像 G1， 但是折法却又有一点点不同。这个部件往后面翻，头就出来了啊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这个时候把这个推过来，然后呢整个的往前面推，这里可以卡进去啊，在这里把它整个推进来，手臂自然放下就行了啊。好的，这个我们一款对了啊，它后面的这个呢一直都是没有办法扣紧的啊，比较可惜啊。这个是这个 Battlesteel Optimus Prime 一个非常长腿比例的 OP 啊，就这么变形完成了啊。它的配件的话呢，我先给各位简单的示范一下。它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它这个是好像是可以这个用一个放在肩膀上的一个肩炮啊，然后呢你也可以让它拿在手上的话，就是你要稍微去调整一下这个武器的一个握柄吧，因为它这个握柄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大炮非常非常大的一管炮。那站立的话呢有一点点小弱，这一款玩具它就是一个脚底啊，各位看到啊，就是一个比较死的一个造型，所以你在站的时候就是重量的比重你自己去调整一下。
那这个刀的话呢，就我看一下，然后你只能够握着啊，这比较单调一点，比较单调一点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刀剑合一。这款的话啊、哦。怎么说，就是它在车型下的这个冲击炮的一个展示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帅气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我就对比一下啊，其他几款，这几款各有其所长了 这个只是它的原色最早推出的版本，它原本应该是有一对枪的啊、但是那对枪的话呢，就是不见了。好，可以对比一下配色来讲的话呢，还是以这一款比较优秀了啊。那么最后的话呢，就给各位看一下啊，那个基地组的这个，你看那个战力性真的是要调整一下。基地组的话呢，它有趣的是在于说呢，它的后面这个货柜可以跟这个 OP 本身有一个特殊的玩法。它的玩法的话呢还不止这样啊，那后面的这一款的话呢是这个 MG 的三变的这个粉碎啊。那其实我今天是已经是赶了一天了，但是呢还没有把它给录完，那觉得太疲劳了、哦、我想说哎呀，今天真的是玩着就中间还有一些事情去忙了，就太累了，所以这个后面这款 MG 的粉碎啊，我就只玩到一部分。那我会尽快把就这一两天尽量把它给上传。那所以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啊，我们调剂一下身心，再次的玩一些简单的小玩具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啊，给大家分享这个 Cyberverse 第三集的一个玩具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回忆一下，这个是我非常早期的影片有做过。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讲话，只有配音乐的一个时代。然后这一款的配色的话是比较鲜亮一点，比较明亮。好，然后这个今天的这一款的话呢，则是以车形态的一个冲击炮形态啊，可以得到我的一个青睐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啊，再次感谢这位同号让我凑齐了 Cyberverse 的三个 Optimus Prime。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